边天气很好，我们又准备上山找蕨菜了。然后大哥不在家，我们不能开牛尾车去，所以大伯会开拖拉机去。今天可能在路上花的时间会更加多，走吧。他的绳子，绳子放哪了？没在这里吗？我先绑了。我是很大的鞋吗？对呀、太大了，还是穿那个解放鞋吧。差点点的，要不要啊？你们拿这还要怎么弄？要不要啊？我们这是到广西了吗？到了，已经进入广西境内了。发展是吗？广西发展？哎，是的，马上就要到喜马山了。昨天好像坐那个大哥的牛尾车，30多分钟，40多分钟。